由著名导演孙波和王牌动作片导演赵健筹划多年，强强联手，集结了诸多青年实力派演员的年代情感战争大戏《情仇姐妹》，将于6月8日起登陆上海电视剧频道，每晚7点黄金档三集连播。6月4日，导演孙波携主演靳东、林依婷、张赫、李竹来沪，为该剧的播出提前宣传造势。现场众位主创也大方分享了该剧的拍摄花絮，其中林依婷大段的哭戏更是大家讨论的焦点。相比以往热播的家庭剧、谍战剧和宫斗剧，该剧主打姐妹间的情感无疑颇为夺人眼球。据悉，该剧以上世纪3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一对出身豪门的亲姐妹因上错花轿而与同游商许世平之间的爱恨纠葛，以及由此引发的商界风云。姐妹情仇将豪门恩怨、革命、苦情、夺宝、商战等诸多元素融合于女人间的情仇故事当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凄美虐心的情感走向更是让该剧看点十足。世平哥，子轩，别慌，什么事慢慢说。爷爷送亲的人送来消息说，爷爷大小姐被土匪给劫了。什么？被土匪给劫了？我的亚代夫人，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滚地龙，你到底想干什么？把他们俩都给我带上山上去！你放他们走，我跟你走。永清哥，你还不明白吗？我是大花轿抬进徐家的。你放心，我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的。我会。哎呀，我是故意的。那为什么花轿走错路你不说出来？为什么你发现新郎是我不说出来？我爱你。爱我？笑话，我是你姐夫。那徐家是什么人呢？八大油号之一，是高门大户，能要你这个被土匪抢上山几天几夜的女人？我10年前就跟徐家定了亲。你还是杀了我爹。不是我，我没杀人。就是他杀的。